是我们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了，除了奥运会冠军何可欣以外，还有曾经获得过这个全能世界铜牌的张楠，还有周卓如。好，现在周卓如开始上场，挺身前空翻，小翻拉拉提，这一串如果全接上的话 DBC 能加0.2，自由腿低于水平的转360。挺身侧空翻，自己晃了一下头，落地吧，有点就是落幕的时候有点晃。跳步要注意一下开度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国际比赛打分越来越严，在国内我们就应该提高自己的动作水平。哦，掉了，这是一个后跳端的180前软翻，一个地震的难度，掉下器械，掉器械就1.0没了。羊跳，羊跳也是个地组。这个赛季羊跳的这个姿态的要求，有观众说呢，就是这个要求严的有一些不近人情，因为他要求你是做成一个结环状。周卓如比完了自己的平衡木成套。